女神放电，你看，我才按了几下，整个变得超紧致，线条都出来了。前几个月才都送一台双波机，我刚好要出镜子，所以我就带着用，结果发现我的脸变得超紧致的。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拍戏嘛，要靠脸吃饭，所以在镜头上40度绝对不能输。这一台呢，它有5种模式，就等同于舞台美容仪，功能超全面。那我自己呢，最爱用的就是这个 EMS 微电流模式，都会搭配精华黄金生态，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黄金，可以抗老修复，而且可以紧致肌肤。先抹半边脸，重头戏来了，女神放电。 它就是利用电流，然后帮我们的脸部肌肉做运动，就等同于我们去健身房一样，可以让你的脸部肌肉线条更明显、更紧致。你看，我现在脸变得超 V 超紧致，而且旁边这个线条全部都出来了，苹果肌变得超 Q 弹。它呢其实是有4个档次，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接受度去调整大小。然后如果你一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电流感的话，你可以搭配这个 VR 震动模式，它可以舒缓这个电流的刺激感。 只要每天按摩10分钟，真的超级有感。按完了，你看我整张脸都提上去了，是不是整整又小了一点？我的皮肤现在好像喝了胶原蛋白一样，我的毛孔几乎快看不到了，完全可以吊打同年龄层的皮肤状况，你整张脸一条线都找不到。 我今天呢，只有用1个模式给你们看。其实它呢，可以搭配我们日常的保养一起用，它可以让你的护肤疗程更有效。那你们有兴趣的朋友呢，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查询的详细资讯。你会给他几颗星呢？我给你5颗星。